张小强，张小强，你回魂啊！你刚是和人家到三魂七魄拢走去哦。我多谢你。我根本就无救着你，唔免甲我说多谢啦。我看你为了安尼无顾一切。别安尼讲啦，咱今嘛吼是共命共行的。 患难之交呢，所以啊，互相斗相共是应该啦。出去听的人，才知影出去听的人的痛苦。你真正是看大魔，唔知影死活。我即摆状况是足危险的，唔然有遐尔侪神经病，还佫有足侪人想要对付我，你若这么话足危险的，顶间咧互别人电。 即个骨骨安尼，规身躯拢是伤，咱交情敢有遐尔好？你无需要为着我牺牲遐尔多啦。放心啦，只吼我是学姐，我比你佫较小啦。伊遐个人吼，想要电你就电你啦，嘛袂用我做较低调的，就无来掠我。所以吼，我时不时嘛爱甲因过招，就只安尼吼。 对我来讲，根本都无算是牺牲啦。而且哦，伫遮想要找着一个正常的人，真正有够困难的。所以，咱两个应该互相挖苦，互相斗相共啊。我甲我家己拢袂好啊，莫阁增加我的负担啦。好啊，莫阁用啊，再阁我变变色色叫，吵死啊你！ 张秋强，好啊，你真歹甲伊计较，你放假轻松吼，啊，你拄则想要甲我讲啥？你紧讲啊，哈？我甲你讲，跟你妈一样啊你！你有听着是？啊？张秋强，你肯定是被这人做疯了，张秋强！吵死啊！头壳被拍干。你若是无法度控制你家己的情绪，你猜会甲伊甲我讥笑？我是说，你头永远无法度是假啊！ 知影啦，我拄来的时阵，我嘛甲你甲我结账，我嘛同款袂惯势，啊，毋过一点仔了后，我就发现讲，我必须要忍耐，若无我就无法度有出去的一天。好啦，叫你莫搁吵啊！好啊，好啊啦，我是学姐，你莫搁吵。好。
学姐。张超强，你一定要坚定啊！你想看吗？你历来到今嘛，已经受偌济苦啊！而且吼，你要做一个棉花，你袂当甲伊硬断硬啦。那么以后你的日子一定就歹过。啊，佮继续安尼，我真正会起痟啊！完嘞，后摆你佮拄着这种情形吼，你就安尼走。你为什么对我遐尔好？其实我较早拢是咧利用你啊。我袂感觉你咧利用我，你连甲我同款，嘛想袂到家己会沦落到这种所在。咱两个即卖吼是一个姑一个婢，既然做伙落座，即卖吼做伙扶持就是唯一的出路啊。无安尼啦，你若是感觉心内有负担，无。你就当作是我在利用你啊，是我需要你来做我的心灵支持。你若是有需要吼，我才买单给你扣。嗯。安怎？有介意无？这足贵重的呢。啊，不过还阁无够贵重啊。是啊，这你阁看袂上目个。这礼物咯是真贵重啊，啊不过嘛无总裁你性命贵重啊。你若是想要感谢我，迄个时阵甲你斗三工，那呢，你就用你家己来甲我说多谢。我是要安怎用我家己甲你说多谢啦？我的总裁陪我跳一支舞，这礼物比钻石搁较贵重。好吧，我不要跳舞了。不要紧啊，我当咖喱啊。来，你倒脚向前一步，然后正脚往边仔看一步，倒脚搁收倒来，对，就是安尼，搁一摆哦。我讲要教你，结果我家己拢袂晓跳。不要紧，我来跳舞哦，真简单嘞。我打着你的脚会疼无？现在我休困啊。无代志啦。你唔通放伫心内呢。总裁。
你今日送我这个贵重的礼物，我很欢喜的。来，我给你。啊。总裁，今仔就多谢你，搁专工送我回来，你起来就大心的。请。这里这里，你是啉酒醉啊，是不啦？无啦，我只是我头壳戆啦，因为头道拢是我在啉的啊，你拢无啥啉。我乃无啉，我头一届啉这么多红酒呢。哪呢？后盖就啉你爱啉的酒啊！我想要知影你拢爱啉什么酒？免啦，啉你爱啉红酒就好啦。嗯。来，你看。喂，哦，我来处理，多谢你哈。想到这个空中人来这里开房间啊？你现在两个动作看起来总爱骂的嘞，你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那呢，多谢总裁啊。后盖我得挂这小礼物，跟你出去吃饭。好，就安尼讲定哦。好，卡早休困啦。嗯，晚安。好，晚安。我这些办事，江中人敢真正是在叫阮新民啊？遐不过两个年岁差遐尼济，敢真正有可能？总裁，你搞什么代志？是我啦。你来找我，找到这来啊？我来这间饭店关门啦，想讲以后日语新的英文用来参考啦。姐，我拄只看江中人送你来这呢，你两个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请我吃饭，然后送我回来，这有什么好讲的？上次你礼拜啊？你到底是啊？安怎？我无睏公园，你就失望呀？你干嘛要头拢去用冻结起来？你本来有事到底是啊？而且搁买遐尼济物件，你嘛知影我无钱啊？那呢？你就赶紧叫你的客伯，把阮的厝还给阮。若是有厝会当住，啥物大饭店嘛？敢是迄个江中人饲你，伊供应你？你两个关系当时变到安尼啊？什么气话？你的嘴放较清气的，那是因为伊甲外公有交情，伊看袂过陈忠诚对阮做甲这尔啊全，连阮的嘴拢要抢去，所以才出去斗相共，嘛算是做人情幸福外公啊。爸已经落座啊呢，陈忠诚趁这个时阵抢走阮的嘴。恁这个人无要跟我斗三工，准多耍，佮甲江总裁讲遮尼歹听，恁真正是有够假的。迄个人真正是无简单，足危险的，所以我毋才想要提醒你。毋免你提醒，江崇仁是甚物款的人，我真清楚。伊佮陈忠诚迄种忘恩背义的人比起来，伊会当讲是圣人啊。